干我们那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静心还有耐心，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么就先不要干文物，因为心情不好就容易出问题。那些师傅们他们在工作那个状态感觉也像是这个安静的小院子一样，他们的内心真的可以说是平静如水。今儿用云了啊，这就看出你的基本功了，跟工具要能说上话，你要能驾驭它。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个良心活，这个作品不能在我们手里给它断送掉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再继续的传承下去，那么让子孙万代都能看到，那这个是干文物工作者的一个职责。